按摩门。是要亲自叫天门的。一起是吧？妈妈又用球球嘞。把扣扣上啊！这儿没好东西。妈妈用球球嘞。拿铅笔。好啦。爷，我要打一枚球球。好，打一枚。出现光明点。哎，不能这样，咱们给强子。你先说。OK。云海啊，没有云海难看啊、哦！我要对上海来、啊，好大师傅，你从哪里来？啊，人拢叫大师啊，真的，大师。嗯、阿伯。哎，讲迄迄缆车是咱。咱要起来坐，还是明仔就要坐落？他多好看。把你入定的，把入定的。我们俩的，我一个一个在这里，我跟咱们小妹同学来，快快下来来。慢点，慢点，哎呦，慢点啊！你们找着去。这两边都有。饭后之际，官员们所展开的娱乐活动，呈四张八星桌，我们依次往左层坐，往右看，弹古筝、下棋、读书，还有作画、琴棋书画，这就是古代的文人他们所追求的四种最为高雅的娱乐。左下角是一个理发师为官员掏耳朵，右下方是什么呢？一个火锅。再开一张，你看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了。